你也跟我妈很像，忘记会比较快乐，记得会比较快乐。你怎么可以忘记嘉宏已经死了？我没有要不记得。你要来举报我一次吗？我只是不想要你学坏。学坏？我从来没坏过，坏的人是你。 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吃红色的药，你看见自己变成蝴蝶，然后飞离这个世界，那一起变成蝴蝶。 从这里飞走，你打给我。你他妈还很爽吗你？ 干！我不是台北人啊，我这趟是来工作。什么工作？就等一个讯息，然后讯息进来了，工作弄完就可以回去了。他没有跟男生上床过，然后想试试看，你愿意帮这个忙吗？ 可是我觉得刚刚你和打斗好像也太大声了。你是躲怕别人听不到你弹的东西啊？这不你哥啊？你就很随和啊？干，这台有人让我跟别人。那你打鼓要干嘛？那你不会想要变成比较厉害的人吗？觉得躲在后面好像也比较适合我。拼死拼活才抓到鱼，结果碰我咧碰，头拢伊咧搞啦。袂爽哦，袂爽歹卖啊！我若敢？ 恁老毛呢？我若无卖，互恁去卖，互别人，等下去互恁争。干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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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干嘛？你该不会也想帮那越南人买一件吧？怎么可能？他撑不起来啊！帮你买。这次我如果中四个号码，明天开奖就可以买新鞋。我听过。我鞋子不用买了啦，回去补一补也可以啊。大不了我退出田径队嘛。